我天天在增长啊，这还得了吗？摩罗汉为什么出了三界？摩罗汉我执没有了，我执没有了，就没有六道轮回了。六道轮回是我执变现的，所以说是念念呢都想到自己的利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要想出轮回呀，恰恰你在那里拼命制造轮回，这是绝大的错误。所以这个时候我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啊！如果我们真的想来一生呢，不再搞六道了，这个六道里头实在太苦了啊！不想再搞了，那么你起心动念，不要想自己啊！你把你念头转一转，转到那边去，起心动念呢，想这个社会。啊，想国家，想世界，想一切众生。啊，社会、国家、世界、众生，也包括我们自己一份子在内嘛。你的心量啊，就扩大了，就大了。哎，那个我的执着呢，渐渐就淡了。啊，到最后啊，先是淡了，到最后啊，这个我执就没有了。啊，我执没有了。